这鸡腿不能给媳妇吃。我看你能耍什么花样。算了，鸡蛋一个也不能给他，谁让他天天欺负我。该做就不会被发现。吃饭了，媳妇儿。你是吃这个还是吃这个？我当然吃面条啊，有面条为啥不吃呢？谁还吃你的剩菜呢？你给我等着。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原来他藏的不光是鸡腿呀。哪来的鸡蛋？我跟宝贝哥逗你玩儿。被发现了就只能弃鸡蛋保鸡腿了，幸好我把鸡腿藏在下面。你藏鸡腿的时候我都看见了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鸡腿也全部吃了。然后再给这俩拉一包蒜。怎么那么吃蒜？真香。偷偷藏这么多鸡腿，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了。大犯人，大犯浑，大犯都是人上人，今天干饭你不狠，明天就干不过别人。全部吃完一会看你能不能狂。爷，多吃点蒜。哥姐们好，我们吃的这个腊八蒜呀，是用山东的紫皮大蒜腌制的，咱们平时用它吃个面条，吃个包子，吃个饺子，还是吃个肉，配它都非常的好，吃起来清脆爽口，非常解腻。以前呀，这么一包要9.9元，现在9.9元三包。喜欢吃腊八蒜的哥姐们，我们趁着活动赶紧去拍，感谢支持。一会儿我吃鸡腿，老婆要馋的呱呱叫。终于等到他吃完了。吃饱了吧？我吃饱了，老婆你睡在这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你吃饱了，我吃完告诉你啊，我这里边有6个大鸡腿。我的鸡腿呢？鸡腿被我吃了。哎呀！